英语细胞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且康利圈目前的位置呢在我们大雪山的国家公园哦。那大雪山国家公园呢，其实呢跟我们呢在这个平地的话呢，它的温度呢可能呢大概可以降呢8到10度哦，所以呢夏天来这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避暑胜地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哦，目前呢我是在观景台的最高点哦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前面呢是停车场哦，然后呢这大雪山我们的这个游客中心的观景台，那这边看呢我们可以看到群山呢袅袅哦，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哦。在这边的一共呢这一个住宿啊，不过我们要事先预约啊，那也有提供餐物了哦。那这样子吹起来呢，哇，深呼吸，感觉到有芬多精，真的是很美。而且呢我们背面还有一个景色，真的有如人间仙境。这是为什么汤尼券呢特别要英语书文报要推荐给大家我们呢大雪山，我们的国家森林公园。来，我们来看看那个地方在哪里呢，就在我们的背面。来看这个景，请跟我来。安可，你别讲太大。我们发现到呢，游客来到这边，对不对？一定呢会捕捉呢。大家你跑去哪里了？来看一下哈。哇，这里的话还有这些，好脏，也做得非常的好。我们看一下。临高始见能还小，临高始见能还小，对远方知色皆空。你看对远，而且在这边呢随着这个云雾飘渺，对不对？我们发觉它的景色是随时在变动的啊。那我们看第三，回首却归巢氏去，最后一句，一梯未落太仓中，林登游客服务中心。那这是游客服务中心呢，我们大雪山游客服务中心3楼眺望宝岛山河游感，这个引入我们唐朝白居易林登林印台北望，诗句已抒怀哦。那在这边的话呢，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话，也可以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？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山脉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湾第一高峰玉山的主峰哦，当然现在是云雾啊，云雾把它挡住了，在这个地方哦，日月潭湖光山色哦，一看到日月哦，这边还可以看到鸠嘴山啊，鸠嘴山的夕阳哦，然后呢马鞍山的山庄餐厅哦。其实这样子看哦，真的你会觉得真的是心旷神怡啊、哦！真的，非常的客人也都会在这里呢捕捉呢这美丽的画面哈、哦！哇，所以我们夏天炎炎夏天，对不对？康林券的英语书文报推荐大家最好的去处，很凉爽哦，就是武山国家森林公园。再请大家告诉大家，而且在这边的话呢它有不一样的感觉，跟溪头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这里的登山步道非常的多，然后呢它都是真的在丛林里面来登山，很有挑战。当然了，芬多精也特别特别的多了啊、哦！您来绝对不会失望的。英语新闻报再次的感谢你们的支持。记者 Tony Chen 在大雪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你做的采访报道。